的宝贝们，咱们刚才啊通过动画片了解了夸父逐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它们都源自于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。现在你不妨暂停视频，跟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也讲一讲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，老师再去跟大家分享一些能够积累汉字的好办法。刚才我们只学习了一个日字，那又有许多的孩子说，老师这个字我都会读了呀，是不是？那我只知道了啊，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由字组词，由词想成语，由成语拓展历史故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和汉字玩游戏呢。你现在能够在日身上加一笔，把它变一个新的样子吗？哎，在日的身上加一笔，日。好了，我们能够给它加变一个新的模样吗？孩子们，好，有同学说了，哎，我可以在它的肚子里加上一笔，就变成了眼目的目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在它的什么地方呢？在它的头上加一笔，变成了，哎，真棒，白色的白。还可以怎么加，孩子们？哎，我还可以在它的前面加一笔，变成了新旧的旧，是吗？咱们还可以在它的，这还是日，对不对？可以前，可以中，可以上，还可以好，还可以下，在下面加一笔，变成了甲乙丙丁丙丁的甲。好了，那同样在上面加一笔，还是鱿鱼的鱿。那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字的笔顺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原来在去积累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，就是给它加一笔或者是减一笔，把它变成其他的字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拼音，和老师一起去认识认识，去读一读这些字啊。木屋木，嗯，真棒，发出声音啊。现在有同学已经发出声音，有同学还没有呢，预备，木屋木，特别好，再来一遍，木屋木，哎，正好去练习拼音了啊。再来，不矮白，这个是一个复韵母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认识了，不矮白，再来一遍，不矮白。好了，这个对岸变，对吗？再来一遍，对岸变，对岸变，对吗？对岸变。好了，再来，旧旧旧旧，这也是复韵母，是吧？再来，有有，嗯，再来一遍，有有，好，特别棒。再来，假假，这个是咱们会拼的，是吧？假假。好了，那么刚才这一部分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木还有假都是我们现在自己就可以拼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给这些字组词好不好？嗯，找几个字来组词啊。木木木，好，眼目的目，哎，再来，不矮白，白菜的白，对岸电，电视的电，旧旧，旧书的旧，游游，自由的游，假假，甲方的甲。好了，孩子们，那么刚才这一部分我把拼音都去掉，老师随便指，你自己来告诉我他们读什么啊？预备，嗯，电，是吧？这个呢，旧，有，假，白，木。好了，孩子们，这是和日相关的一些字，对吗？那我们再来看，下面还会有一些和月相关的字。那和月相关的字啊，这个要从月的甲骨文字形开始说起了。你会发现月呀，最开始的时候甲骨文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那一点一点的演变成后来的金文啊，月的甲骨文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几道，是吧？有同学说了，哎，它怎么那么像咱们吃的那个肉身上的那些纹路啊，是吧？其实在最古老的时候啊，肉和月这两个字它们是相通的，月还有今天的肉这两个字它们是相通的，所以月这个字当它单独讲的时候，它可以是月亮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么当它作为一个偏旁和其他的独体字组合到一起的时候，它又有
肉的意思，这个肉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猪肉的肉，而是和身体相关。就是当我们看见月这个字用来做偏旁的时候，大部分或者说很大程度它都和身体相关。老师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胖，胖是吧，胖胖，嗯，再来，顿悟，肚，对吗，顿悟，肚，嗯，再来，哥哥，哥，哥哥，哥，和我一起去读啊，我们字的难度一点一点提升了。再来，喵喵，嗯，特别棒，喵喵，好了，再来，突围，腿，突围，腿，好，再来，破嗯，棚，破嗯，棚，好，我们来组词啊，破嗯，胖是吧，胖子的胖是吧，肥胖的胖，都肚，肚子的肚，哥哥，哥，胳膊的哥，腰，腰是吧，细腰的腰，突围，腿，长腿的腿，破嗯，棚，朋友的朋。好了孩子们，那么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要学会如何去记字，老师教大家方法啊。你看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这边这个字它读什么呀，孩子们，好，这边这个字你看月字旁这边的这个字它读半是吧，不按半，那我们就会发现了，有一个是昂的韵，有一个是安的韵。再来，的物度，那这边的右半部分除了这个肉月旁，它是车无土是吧，车无土，看韵母是不是一样的呀，这种字叫做形声字，明白了吗，形声字，行，它呢走的是它的肉月旁的意思，就是它是和身体相关的，和什么相关的，那声呢，哎，它是和我们刚才的那个韵母呜呜相关的是吧。再来，个呃歌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字怎么读啊，哎，个呃个，看韵母也是一样的对不对，也是和这个韵母是相同的。那再来你看这边这个字要对吧，一凹腰和一凹腰韵母也是相同的，也是形声字。它为腿，这边的这个字读什么呀孩子们，哎，注意笔顺，好，这边的这个字读退是不是，好了，那么它和肉月旁组合到一起去，它又读腿，韵母都是相关的，只有棚它是稍微有一点特殊的，对吗，两个月字旁加在一起读棚。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，在记字的时候有一些字是独体字对吧，有一些字是左右结构的字，那么像这种左右结构也好，上下结构的也好，好多它都是形声字，有一半哎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字的意思，有一半告诉了我们这个字的发声，这种字就叫做形声字了，明白了吗孩子们。那我们现在把拼音去掉，然后呢我们再来读一遍啊，把拼音去掉咱们再来读一遍，嗯，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读，破昂胖，破昂胖，的物度，的物度，哥哥，哥哥，哥，腰腰，腰腰，特为腿，特为腿，破嗯棚，破嗯棚，好了，我随便指，然后你来组词好吗。有人说这个读什么嘞，看见它这边是个是吧，哥哥，哥，胳膊的哥，和身体相关吧，这个啊，看这边是腰还是形声，一凹腰是吧，再来啊，看见这边是腿，那就和微相关，特为腿，和咱们的腿相关是吧，再来啊，嗯，看这边是土，那么它读肚，肚从的是那个韵母是吧，肚子的肚，好了孩子们，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哎以日和月这两个字拓展出来的许多其他字。那聪明的孩子就知道了，原来学习汉字可以有许多的方法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以想到那个字的源流，根据它甲骨文的样子去画字，有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给这个字多加一笔少加一笔。
还可以给它组词，联想和它相关的成语、文长故事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把一个独体字、两个独体字组合成一个会意字或是形声字。那么会意字和形声字，我们将在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的时候重点和大家讲解。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方法，自己可以试着去认识字了，对不对？糖果白